280机器气动的，这台是主机，后面这个是尾架，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主机跟尾架拼起来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开始是拼这个尾架，你在这一部分，我在这一部分有尾架一带的，然后还有脚架，我们要先装起来脚架，再拼上去主机上面哦。我们首先要把这两个脚架的螺丝拆掉卸掉，把脚架拼到这个三个孔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然后把这个尾架哦抬起来，我们没有人手抬，就用东西抬起来，然后这样，对，然后把螺丝放进去，有螺母弹垫垫片哦，在里面。螺母弹垫垫片在里面，它这个螺丝带一个垫片。还有一个脚架是在前面，你说呢？在电机这里这一部分。一样的是三个。然后拿工具把它裹紧。
要拿一个六的，六的，六九十，还有一个十四的扳手。没卡住，把它锁紧，锁紧了。同样，前后都要锁紧。你在收工干？打就打包哦。是啊。打起来了，收工好了。拼到这个系带器的，稍等一下，要拼到这里之后，还有一波，要装这个方栓。这个方栓就是有方栓这一边，在外面靠这一边的。那装到这里来，那我首先要把这个两边的螺丝取出来。要把它锁紧，锁紧之后就可以拼到这里。拼到这里大概的话，大概照射到光眼，不能太近，也不能太远。然后这个脚的高低哦，现在有点不平，这个皮带要比这个成型器要高稍微一点点。然后现在就是成型器高了，那皮带低了，我们就可以调这个脚杯嘛。然后拧一下这个脚杯，拧一下。然后拧完这边，那边也要拧的啊。这样基本上都可以了。这边皮带跟成型器，皮带要比成型器高一点点，稍微要这里缝隙太大了，也还要靠近一点点。好啦，再靠近一点点，越精密就越好。好啦，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啊。反正这个电眼，
然后不能有东西挡住这个电源就可以了。